来，我抱只狗出去来给你关心一下，来。平平宝宝，哦，完全地藏分量的呢，啊，哈哈哈哈哈。不要紧啦，较细点就好啊。哈哈哈哈哈，这个猪啊，甲抱来规个面拢咧凹嘟嘟，啊，伊抱了过笑呢，你看。你是看到亚芳一边啊，伊都欢喜啊，是讲就欢喜啊，无只能我外紧张，你知无？迄状况倒安尼倒来时，我反两口都软起来。哎，你嘛好好想，你查某边头上有要甲我救，哎，啊，你这若到时有事，有事想无拄好，我等下规世人无法度原谅我家己。陈安，我甲这个人有缘，我家己解决，你莫阁插手。亚芳姐，这我无得答应你。自弟弟出事到即马。 你这位大阿姨对伊的照顾，表姐做爸爸的更加侪啊！而且雅婷、林爸、林妈，拢是弟弟亲啦。我保护恁本来就是应该的。搁再讲啊，就算讲咱无去了嘲讽下来啦，因阿是会出咱麻烦，所以为着要保护咱心爱的人，咱一定要做伙甲因对抗。你安尼讲了就对了。我讲陈仁跟雅婷哦，虽然无迄个缘故。 啊！但是咱嘛别别是一家人啊，对不？我讲啊，恁两家切瓜，即我袂接受的哦。阿伯啊，这怎啊重点上嘞？咱大家同心，对不？连住个个派人个制度，对不？个个拆掉，对不？啊，咱过安静的生活，该派人个力量，咱才提来好好做代志，是不是啊？多谢阿伯。多谢了，都拄啊！拄啊！你讲家己人，你怎个甲我多谢？ 正经爱多谢是这个，甲我，伊即马有伫你当铺，再来感谢咱王家的大量，还佫肯接受陈恩回头，特别是迄雅婷。哎，人雅芳是拢应好啊，你讲这是要创啥啦？唔爱，啊讲这我唔免小聊了，好好啊，好啊，小感觉小万谈一下是无啊？哎，不过我顶多认为讲陈恩甲雅婷即马的关系袂歹啊，情人的情分是一世人拢切袂断。 阿未来花店搁真歹讲，对啦，陈安，母亲节得要搞啊，这是雅婷头一届过母亲节，唔知影你敢愿意带弟弟、阿伯、阿母，甲阮爸爸妈妈做伙替雅婷来庆祝？啊，有影咧，未来代志真真歹讲。好啊，阮来来甲你答应，来来来，阮多加上个你报名，这两三大一小。哎，爸，你嘛答应了收紧啊，阿未问过雅婷意思啊？ 你放心啦，迄代志亚芳会去瞧啦。你只要咱要甲我都甲亚婷做，你紧应好就对啦。诶，伊讲好 ，OK 好啦，多谢大姐。那呢，咱就过一个一家团圆母亲节。我想来遮，你替我做个耳啊。大概我出任务啊，唔管你搁较无药。 你就会想办法，做一碗鱼仔给我吃。所以啊，你就趁小金吃，敢讲你无想要回去过去，会当让咱一家团圆。我当然想要回去过去，我想要甲你家囡仔做伙一家团圆。自从我犯错了，我拢唔敢妄想。 过当回去过去啊！今晚鱼也吃了了，我愿望敢真正会当实现，敢真正会当回去过去。当然嘛，应的啊！鱼也代表愿望，会当完成你所有的愿望哦。所以趁小金食，我食，才会当回去过去。 不过我这我拢食，是我亲手，甲这世界上上好的查某人，杀伫过我身躯边，是我亲手甲我的幸福，甲咱一家伙啊团圆的希望拢毁掉。我哪会当唔忙？我靠，有啥物资格得到幸福？ 我安怎？我也是希望把我的立场讲清楚。我真正足感谢你救囡仔一命，所以以后你若是想要看囡仔，我袂阻挡。
啊，不过咱两个人的关系，除了是囡仔爸爸甲妈妈以外，就各人过各人的，以后袂有任何的交叉啊。我当了解，我对你做出了这样子超过的代志，但是我做习惯。我嘛不像你简单就原谅，啊！不过我即马唯一的遗憾，就是无得好好弥补我对你造成的伤害。即马对我来讲上重要的，就是这囡仔会当平安大汉。那囡仔的命是你救的，虽然即马谁也无欠谁啊。你不用对我弥补啥，也是拢无变，也是这样善良。不管我对你做出偌样超过，让你伤心的代志，为着囡仔，你拢袂跟我计较。我一世人上大的好运，就是有你做我的囡仔的妈妈。我若是无把遮个怨恨拢放下，哪有法度专心对囡仔付出我的爱，继续向前行？所以我嘛希望你会当跟我同款，把过去的恩怨拢放下，勇敢放下，安尼毋才有法度重新搁来过。好好啊，话咧，尽量囡仔，知无？我无希望囡仔大汉了后，囡仔会当看你迄段影片，啊，你讲遐个话尔。不管你会去横看几年，我拢希望有一天你会当亲嘴甲囡仔讲，你是伊的爸爸，会当亲嘴甲伊讲生日快乐，会当亲目睭。看到伊大学毕业，摕到毕业证书的迄个笑容，甚至会当看伊大汉了后结婚生子，我做咱的爸爸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拼性命活落去，看囡仔大汉的。囡仔虽然是我生的，啊，不过是你予伊重生的。